9月27日是刘德华的生日，他以直播生日会的形式和粉丝线上见面。直播中，刘德华分享了自己近期的日常生活。他透露，最近2年一直在经历隔离生活。最近一次21天隔离的期间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并且又吃又睡，但最后还是一点都没长胖。同时，他也分享了近期的打算，表示自己最近正在拍戏，也有在看剧本。他还在直播间感慨时间过得太快，和歌迷也已经2-3年没有真正的见面，希望一切能尽快恢复平静。早前刘德华曾晒出过自己的晚餐，粗粮和蔬菜搭配齐全，看上去十分健康，而且一点荤菜都没有。他曾表示，为了保持身材，自己已经7年坚持吃素，而且他还在常年坚持吃麦片。明星保持身材也并不容易，期待刘德华的新作品啦。和歌迷打完招呼后，刘德华在生日会上接连演唱了歌曲《忘情水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《奉陪到底》。直播最后还播放刘德华最近的生活片段，包括背歌词、做笔记等等。